然后就会去看自己哪个地方做的哪个地方做的不好，然后看到觉得哎这个不错的 OK 那正式演出的时候我就会这样子。对，我上台前的话是会找一个角落自己冷静一下深呼吸，然后有时候会在脑袋里把台上的动作还有状态先自己过一遍，然后再上场。就是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，我要进入一个状态。哎，今天第一次见面的，希望能喜欢我们的朋友，真的很开心。希望今天你们能够满意我们的演出，然后对，之后还有很多的机会见面，所以要爱笑，要笑。其实呢，上海我不是对上海是有感情的，因为之前其实在上海有过一段时间的训练，这一次重新回来，其实有很多的感触，包括这两天的演出下来，包括见到你们，我觉得真的有很大的，心里有很大的感触。那我会继续把它化成前进的动力，我也会带好我们的 100%， 希望能够给你们更好。